大连化物所氢燃料电池技术研发团队针对氢能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短板，突破氢燃料电池关键技术，目前已有20多件绿色制氢及氢燃料电池技术专利实施了转化，合同额超过1.5亿元，带动了直接投资超过10亿元，间接投资数十亿元。日前又成功研发出第3代氢燃料电池，即将批量生产。